我还在剧场的后台。你找一个位置。晚上好。要亲亲抱抱举高高，我也要。Hello，Hello， 我还在剧场的后台，就是说，本来准备不等小乔，因为会比他提前早一个小时下班。结果现在已经，他们已经快下班了，我就说等一下他，因为也差不多时间了。晚上好，你这个光线确实有一点模糊。吃晚饭了吗？吃了呀。哦，没跟你们说我吃了，忘记给你们发照片了。我下周上三角，我刚在后台看了他们两首歌，然后我就复习了一下，然后下一周应该就是周三就要排练了。我明天还要出去玩，所以就只有周二有时间学了。没事没事，走啊，走了，被我吓跑了。跟家舅舅隔离面墙，是啊，我们就隔离面墙。我感觉我好像有一点，是熬夜还是怎么样？我感觉我脑袋好晕啊，然后我肚子好痛，我是不是食物中毒了呀？封面好可爱，照片是一个照片。好的好的，我会早点休息的。今天应该也不会很早休息，吃了就是我们姐姐点的饭。喉咙哑了，哎，没有哑，还好。少吃点辣的。好的，今天晚上没有吃辣，就番茄炒蛋，然后有一个辣的青椒。今天吃的是，我吃了一块半的鸡排，就是那么小一条的那种，吃了一块半，然后吃了一个肉松小贝，然后一个绿豆糕，还有两个小泡芙。那这样数起来感觉吃的还不是很多哦，还吃了一点水果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壳就好昏。在这里等小乔下班，因为他们每一次在后台其实不算是投喂我吧，他们就投喂大家，还是蛮多了吧。希望我今天别胖吧，因为我昨天不是知道今天要公演嘛，然后前两天就因为我就是节食减肥，所以很容易反弹。然后我前两天就是减了一天肥，结果吃了一天就长回去了，我又减了一天肥。然后我昨天就没有吃东西，然后昨天晚上就饿得我睡不着觉。谢谢胖胖的十个荧光棒，谢谢多吃饭的两个荧光棒。好的，多吃饭没问题。节食打面，好的好的。没有剪好 vlog， 我再把素材理出来就不想剪了，因为太多素材了。这周可能没时间剪了，因为我要复习 V 队的公演嘛，然后呢还要助演科科，然后要学舞，然后还要上街舞课，还要学声乐课的舞蹈，然后就还挺多事儿的。所以这周又是忙碌的一周。今天不会饿的睡不着，为什么减肥？因为我长胖了。这个就是一个节食减肥的弊端。哎，今天木森好紧张，没有和我对视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谢谢小小弹珠的十八个荧光棒。没有感觉我胖，哎呦，我就感觉我最近公演真的浑浑噩，带一小茬人没有。我今天是在后台跟他们那个聊天嘛，然后呢我就开玩笑说你们这周有多少人上公演，他们说16个，我说下周呢，他们说哎下周好像少一个位子，然后我就说那我来带一吧，然后就是前后不到三分钟我就去给老师发了微信，所以就可以带一了。
为我感觉我最近就是 MC 状态太差了，就其实我是怎么说呢，有种恐惧的感觉，也不是恐惧吧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谢谢奶茶，就是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很多时候我都很想去接话，但是就是说对，就是我的意思是大 MC 或者小 MC 嘛，然后呢我就总觉得自己状态不够那个在线，所以呢我就多带一几次，多讲几次 MC 吧。对 MC 瓶颈期，我真的我都已经很不习惯自己不讲话了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是吧？不去 N 岁代一。我现在脑壳好昏啊，就是说不能熬夜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昨天就是说我一定要早一点睡觉，我12点之前我就已经洗完澡了，对，带这下周，然后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1:30我已经关手机了，我躺到3点半我都还没睡着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呀嘿喂哟的玫瑰花，这 IG 真难念，太晚了，感冒了，我不可能感冒，我最近都没出门，而且最近一直都穿的很健康，快3:30的样子我才睡着。早上起挺早，对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喝咖啡。明天降温了，耶！终于降温了，明天要出去玩儿，明天要去找谢飞玩儿，嘿嘿，开心开心哟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失眠，我很少失眠的。谢谢芝芝梅梅恩冰的奶茶，喝到了。今天喝到了2杯奶茶，就是说你们今天非常罕见的，就是有粉丝送给我奶茶，真奶茶。晚上好 ，CP 饭都可以磕糖的开心，当然很开心了。虽然我是他们两个的 CP 饭头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是一个怎么说呢，一个 T 的形状吗，我是下面那个，然后他们是一个两点，哎，这样说好像也不太对，三角也不对，因为我们不是循环的，但是我确实刚就只想到一个，就是这个形状才是三人的一个三点呀，没有想说怪话，我哎呦早知道不说了，就你们想嘛，三个形状只有三点，除了三角形。可以呀、啊、可以呀、啊、拍 vlog， 但是可能不化妆耶，看吧，有素材就拍好吗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儿，我们好像还没决定，永远忘不了我们三个人的那张图，他们公演结束哦，丁也可以，哎呦我这个睫毛好奇怪，谢谢加等的柠檬哦，不是加等柠檬的权杖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一个新块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今天幸运色是玫红色，谢谢，送我一个幸运物。今天是不是有点脱妆了？我今天其实卸了一次妆，我把卸淡了一点。我们三个人可以组好几个 CP， 那确实。你还没走啊？对，在等妹妹。哦，在等妹妹。对。哎呀，这饭是里面包这个的是吧？对。就陈那个我是会的。对。您不吃吗？阿姨不知道他们下公演会不会吃，那是不是他们吃完了他不会要的，真的吗？这牛柳怎么办，晚上好晚上好，这是阿姨，
阿姨，下面有没有波阿姨有叔叔？晚上好，晚上。干嘛打问号？不是吗？就是啊。对，是终审。对，妹妹，对，阿姨的事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也很怪呀、啊。你是阿姨没事。阿姨看你的笑。什么怪话？在说什么怪话？妹妹远方来，不。小乔他不是远蓬兰，他怎么着也得是一个停车场，哦、不是啊，开玩笑的。他们这个碗是不是不是你们带饭的？哦，阿姨好像是他们私人的。这个、啊。对。那不是他们的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没说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夸我可爱，谢谢谢谢。谢谢你哈，我你不告诉我，我让他们送我爱粉又骂我。没有，谢谢阿姨。嗯，什么？刚发生了什么？你们怎么满屏问号？卡了吗？直播卡了吗？怎么回事 ？Hello Hello， 你今天看直播的时候，好像听谁说范冰冰是真的？不是吧？谢谢谢谢小甜的夜蝶，你这时候送个夜蝶，搁这儿带节奏了，带节奏了，我给你跳一曲，跳一曲，谢谢谢谢。没有，你应该不是看的，但是是真的这句话，你是看的说这句话的人，是不是？没错吧？没错。嗯，谢谢小杰姐姐，你冤枉，蛮干净的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谢谢小杰的夜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笔芯还是得安排上的。谢谢谢谢。哎，我怎么这么多痣啊？为什么？有没有有没人跟我有同款的痣？指甲换颜色，哎，还真是换颜色，换成一个天蓝色。车车还在公园，别看我，好的，我今天长得有点丑，哎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越说越丑。我这周要减肥了，就是说，我怎么天天减肥？我不能给你们说，我要偷偷减肥，我可不能给你们说。谢谢荧光棒，看到耳钉对吧？我有好多种这种亮亮的，卷你们，嗯，得卷死你们，偷偷的，怎么感觉有点鬼鬼祟祟？没错，偷心盗贼，不是。对，小张那边快结束了，他说戒奶茶呀。嗯，我想一下，等我不想喝的时候就戒吧。谢谢谢谢玫瑰花，今天都是爱心，你脖子的也是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新买的，漂亮吧？不灵不灵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新买的，还有一个，嗯，将公眼戴的是长的那种，我给你们看。这个是我在韩国买的，这个耳钉啊，耳钉是在韩国逛街的时候买的。然后这个是我在淘宝买的，我给你看，他们长得很像，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感觉。这个其实更漂亮一点，感觉，对吧？更华丽一点。连公眼戴的就是这个长的，你们觉得戴哪个比较好？我戴短的吧。公眼戴的是长的。对，就是莫名其妙，耳钉和项链很配啊，因为我特意买了一个配我耳钉的项链，所以就还挺配的吧，是吧？泰式奶茶好喝，对对对，泰式奶茶好喝，就是很不腻，就感觉喝了就是感觉不会胖的样子。对，我背了一个斜挎包，哎呦，我这个眼线太奇怪了，断层了，断层是眼线。
前喝的奶茶，就是说我刚才也喝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感觉这世界上就我这么容易长胖呢？谢谢两个荧光棒。妹妹结束了，好的好的，早点睡觉哦，你们要记得。彩虹味好喝吗？其实刚拆盘的时候我没把那个彩虹倒进去，然后后来我倒进去那个彩虹之后觉得有一些变味了。肩装是自己画的吗？没错，是我自己画的。我希望有一天是别人给我画的。啊，算了，其实我到目前为止别人给我化妆，也有满意的，也有满意的，好玩着。不不不，很好喝，很好喝，特别甜，特别甜。我连90都没有，你怀疑我的讽刺？没有，我这个子不高呀，主要是，对，确实不高。也有过满意的化妆啊，给我化妆，就是我每一次去拍写真馆里的，就是化妆师给我画，就是说很丑。然后我在韩国呢，就是那个韩国的公司带我们出去的做造型的时候，就是还行的。我现在多高了？比这个青蛙高。这是谁的青蛙？和我衣服颜色还挺搭的。我今天这个刘海是真的卷失败了。不要，偶尔成熟，不是，应该有1.62米了吧？天哪，谢您吉言啊，谢您吉言，多吃点会长高。好的，我就是我昨天晚上特别想买钙片，谢谢，谢谢修耶的玫瑰花，谢谢小熊宝的奶茶。问就是1.59米，别问，别问，问就是1.多米。好的，直接出个镜吧，姐姐，他们都认识你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笑死了。这个掐表的姐姐，对，然后呢，然后刚我的直播把吓出去了，掐表的姐姐，我觉得已经成年了，长得高，哎呀，这个时代人越长越高了，我就长矮一点，显得特别一点，好吗？我录额头真好看，真的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就录着额头。行，我等会儿送车应该不会要刘海了，因为我刘海卷的太丑了。我今天晚上去剪个刘海，让它有一周的恢复期，就是下周上公演会稍微自然一点。你感觉你学校都不是很高，真的？你是在南方吗？哇，谢谢他的眼睛会下雨的皇冠，谢谢。今天没有眼药水，下不了雨了。谢谢谢谢。哇，谢谢他的眼睛会下雨送权杖。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我就差一个斗篷了。不是。谢谢。谢谢他的眼睛会下雨。谢谢，比心比心，我给你找一下，这有没有能当斗篷的？这个小青蛙能把皇冠借我戴一下？谢谢。谢谢谢谢。Cute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大白兔奶糖。谢谢谢谢。爱你，爱你们。确实认识尖天舞的时候，两个姐姐团团包围着你抢手机。哦，对对对，跟你有一个渊源了。太甜了，爱你们！天哪，怎么这么肉麻？我以前可从来不是。好哥，我是梁乔。好，小乔才会说这么肉麻的话嘛，是吧？对，今天掐表很严格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刚就是说尽量给你拖延时间了。能坐一下先吧，稍等一下。
豆浆手机怎么不带点微信？不可以交换，不可以交换。我们做你们先吃一点东西先，来。小张反而不会说是吗？天哪，我最近就是其实我今天公演之前我的反应力都很快。多来找我聊天，我真的很喜欢跟你们聊天。谢谢 PUP 送给两杯奶茶。这个眼妆好漂亮，真的就是我把它画淡了，就是一个清纯眼妆。现在还头晕，头痛，头痛。好的好的，注意安全，下次见。这就是说注意安全。你刚下高铁。好的好的，好好休息，注意安全，你都要注意安全。你都是灰色吗？对，谢谢他的眼睛会下雨的夜蝶，谢谢。给你跳一首吧，不是，开玩笑开玩笑，谢谢谢谢。你们自动比另外一半星吧，我有一只扶着手机。哎，以后就这样子吧，以后我就比一半星，你们自己拿手放在手机屏幕这儿，可以吧？天哪，那我今天眼睛没下雨，岂不是很不敬业？大乔什么时候成年？大乔已经成年了。对，我在直播。对吧，这样子就是说有一种立体的感觉，3D 4D。 但她是个妹妹，不，我已经是一个成熟姐姐了。今天就是我们做造型姐姐嘛，我说姐姐给我卷一个，就是说公主卷，然后她说是那个海王的女人吗？我就给她说果然我是成年了，人家都是海王的女儿，我是海王的女人。对，我当时一个笑死。哇，已经换完衣服了，喂，你在直播？不奇怪，你把拉开，好看一点。不丑，有点油麦是吗？人都没注意看我的衣服的造型，就是看不出来很韩系。谢谢荧光棒，大家竟然都成年了。每天给自己涂的，因为我想了一下，我现在我要在过年左右涂才比较安全。在外面直播，害怕害怕害怕。我在这里直播，我害怕他们不知道我在直播，然后咱们平时都比较豪放嘛，大家都知道。对，那我要不然先关关直播，然后回去的时候再直播，好吗？对，因为很害怕就是在家后台比较豪放一点。因为是我的话就会。好的好的，一会儿见。